再来看到金峰乡嘉兰村知名的景点嘉兰温泉公园，为了要提供游客更好的游憩环境，目前正在进行泡脚池区以及周边环境的改善工程，因此园区将会休园到12月13号。为了提供游客更好的游憩环境，也让景点整体环境具有在地特色，金峰乡公所向中央及水保局争取相关经费，进行泡脚池区及周边环境改善工程，要让金峰乡景点品质更升级。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看到全然一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此呢，我们不只是自己跟相关单位中央来取得将近450几万的这样的一个经费，事实上我们也跟水保局也取得嘉兰温泉公园泡脚的区的部分整体的这个改善工程，我们都是用原生智慧的思维来进行，来分享我们在完成工程以后将这样的一个原生智慧分享给我们的大众。目前园区已经正在进行施工，因此从即日起休园至12月13号。乡公所也提醒民众，行经工程区域时要注意行车安全，若造成不便，也请乡民见谅。在施工期间，对于好朋友们不能够来运用这些空间，或者是造成我们乡亲在交通上面有一些困扰，也特别表示致歉。为了未来的好，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忍耐。今年底嘉兰温泉公园将会以崭新的一面呈现在大众面前，期盼为金峰乡观光产业带来不一样的益处。就讲解金峰乡报道。